家好，我又来煮米果吃了，这是过年的米果。这个芥菜心是婆婆刚才削好了，猪肉也放一点。这个米果放了几天，很硬了。加几条。芥菜丝切薄片。再加点醋，米果，芥菜叶放一点，加点盐，生抽。加点猪油，来拌一下。可以关火出锅了。今天的米果带点汤汁更好吃。这个又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。Thank you.